家好，我是 Clarisse， 我现在是 Eric Hamber Secondary School 读紧八年班。现在温哥华沿岸地区开始开放俾12至17岁嘅青少年登记接种新冠肺炎疫苗。政府想我哋合资格嘅人知道，打疫苗系可以保护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嘅重要性。你哋识唔识登记啊？好简单啫，只要两个步骤。一上 www.gov.bc.ca/getvaccinated 呢个网站，跟住提供你嘅英文全名、出生日期、个人医疗号码、邮区号码同埋你常用嘅 email address 或者收到短信嘅电话号码。你可以自己 book 或者请你嘅父母或者监护人帮你都可以。當輪到你可以預約時間的時候，政府就會以 email 或者短信來通知你，你也都可以帶埋你的家人去陪你打針。我們的 Public Health Officer 已經講過，疫苗是對所有人是安全，同埋喺 BC 省打針是免費的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接種疫苗、鄰近接種中心或者接種之後的護理的話，可以上 vch.ca/covid19 了解更多。